昨天有个粉丝私信我，他说他负债几百万了，说切石头能不能翻身，是不是翻身比较快？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，石头的话几百万切下去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如果这样想的话，负债还会增加200万。这是一个木纳杨梅皮的色料，木纳杨梅皮的色料它有个特点，色会特别阳，水会特别足，它的绿色会感觉特别鲜艳。来，我们今天切切这个看看，大家看它的色特别阳，整个这边整个有绿色的表现，来都能看见啊，切切看会不会爆色。大家记住表现，不管涨款我都会分享。这种杨梅皮皮是很好的，来再看看杨梅皮，全身有色，局部色特别阳，你看它不明显的地方色也很好。奥迪给开切，好，开切，组长，奥迪给开前再看一看啊，小色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，好，开，奥迪给，奇迹，奇迹，奇迹，色花是进了，但是奇迹没有出现了，看见没有？这种要是有手镯还算可以，但是没手镯，种也一般。明天再战，再切，切到爆为止。奥利给！喜欢的关注老周。